感谢您今天救我，您的大恩大德。怎么感谢我？想想，想我不要星巴克，不要星巴克，乌兹别克可以吗？乌兹别克，不适合啦，老爷，我不适合。不是啊，没有关系，我是派代表。哦，是吗？那请问您喜欢那个黄肥又瘦哪种啊？安妮就可以。哎呀，那没问题，安妮好凶啊！我跟他是妈级啊。哎呦，安妮来了啦，老爷！哎呦，安妮来了啊！今天安妮吗？我今天是光。是这个吗？还是那个？因为我是王姐，好不好？我是。听不懂。听不懂。懂王姐是王杰、啊、王杰，您是王杰。我们今天的剧情是分手戏，你演几次分手戏？我们第八次分手，他说他受不了了，他要穿全身红的，红衣女鬼。蔡宗宪，你给他给洗了，我怎样？我给他给漂亮的家，好，准备搬回他的钢筋。搁咧讲这啊，搁咧讲这啊！你大概讲这，我压力拢足大诶。你无感觉你大概讲这，我足无想要和你去讲。我袂啊，足简单。我是一个足惊寂寞诶人。我希望，我希望。你希望啥？我希望你今仔日才好好陪我做阿姊啊！你好啊，对台湾，咱最后一暗，留一个，较欢喜暗。我答应你，六遍一暗，六间。今仔日最后一点。是。所以呢，安怎样？你就给我真实的感受吧。你是多饥渴呀？教练呐，教练。我也能搞，你都会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